喂我。我也要妈妈喂我。你们两个都要我喂，是不是？嗯。得给你弄过来。你说的。我们。哦，你要妈妈喂啊。我是当个妈妈就喂我。你老婆，你喂我。妈妈喂我。我也要妈妈喂我。你们两个都要我喂，是不是？嗯。爸爸相信你，但是在还没有播之电视之前，我看你可以乖乖的吃。但是播电视的时候呢，就变成好像只动眼睛不动手，这样好像怪怪的嘛。叫我坐着，那么厉害哦！没有厉害。点啦、啊，我帮你。哎，今天那个电视五星号也是信号啊，它可以让你看电视啊，它让你专心啊，让你先专心吃饭啦、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 ，nice， 好看吗？这个节目，小红，这个好看吗？这个里面。黄黄的，还有黑黑黑，那个白就叫那个白星吃饭。哎，对，哎，对，很好，这也是电视啊，你看五星号，还有这样表演，你看他还慢动作给你看，你就专心的看。他在慢慢的走了。对，哎，赶快吃。有小绿油。咦！你这个伤口能不能痛？我在去消毒。好，家中来帮我点一点。不行，我专用的。来，点哪里？八戒。小。你头太大。不要动，不要动。你要点哪里？有小鸟。已经看不到了。过来了。好了，拜拜。哎，叫大家。好，这个有小绿油。咦！你这个伤口能不能痛？我在给你消毒，然后先帮你用消炎药膏，你看看。啊，怎么那么脏？啊，我就帮你用干净，就不要。好，再用。啊，对。对啊，你还要吃饭吗？没有，我还没有热锅吧。还有啊。多。
很多啊！叫阿忠来填一填，叫阿忠来帮我填一填。不行，那是我专用的。填哪里？界限。十八界。界限哦。何界这样怎么剪？你要等那个拆线之后再剪，要抱回去没有那个啊，你自己剪。因为我听不了。眼神，确认过眼神，你就是对的人。没办法呼吸了，不会呼吸的痛。哦，我这个龟学的好美丽啊！哪里？怎么那么小？那你头太大。我知道啊，你要拉多长？拉到耳朵那里。你要剪哪里？没有，你要剪哪里？剪这边就不会那么。那不用剪啦，不是不用啦，你别特意呀。我就是要掏耳朵啦。哇，我的耳朵呢？听话的就要剪掉。这里啦，快点！哦，你妈，人爱去好，人爱好不别人啊啦。好了，拜拜。